哦，花月想要进来，被裁判挡住了，裁判完全没有看到，紫雷背部被中野偷袭了，拿大江户队的板子偷袭了紫雷以后，现在木村花来到了角柱旁边，哦，做了一个解封式的后摔，花月撞胜。还有冲胜，哇！然后裁判现在阻止 B， 阻止木野进来，哦，两个人大脚。现在 Chris Wolf 再从空中，哦，袭击花，双膝的落下，一、二，哦，没对方子赶快进来救，太精彩，这个没有救一定就过了，没对方子闪过了 Wolf， 给了他一个肘击的时候，被木村花踢了出去，没有也进入加油战局啊，花月进来。没有打到，之后进来一个，哦，做了一个反杀 DDT， 被 DDT 的反击，现在呢，一堆人倒在床上，紫雷倒在擂台上 ，Chris Wolf 在台上，美意要放招啊，你现在集气啊，集气放招，放招啊，招了，哦，飞弹踢。把 Chris Wolf 踢到角柱边，再换紫雷，哦，双膝盖的直接冲撞，来进行一个猛虎式，哦，垂直的 Face Buster， 决定胜负了吗？太危险了，还是被 Chris Wolf 挣脱了，野兽一般的耐力啊，大自然的洗礼给挣脱了开来。这一场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，真的是太精彩了。现在紫雷在台上用肘击的打的 Chris Wolf， 哇，没错，这是木村花。在紫雷用神经反弹针偷袭他的背部，哦，这时候没想到，花月一个喷水的一个攻击喷到 Chris Wolf， 被直接抓起来，放点闪，增加一个连续踩。在旁边的美意抓住木村花，现在是紫雷。单挑月面，宝贝，月面宇宙方阵，月